大家付出，然后为大家做一个自弹自唱，然后带给大家欢乐，哎，希望今天能带给大家很美好的，然后欢乐的夜晚。我们台湾妇女工联盟成立的宗旨在于帮助这个社会的脱节者，赋予他职能，赋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能力，这个是我们所成立的宗旨。今天会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所办的这个民歌的活动，主要是透过妇女工联盟本身呢，是透过这个社会的这个脱节者来赋予他们这个职能，那这个是我们有一群的那个年轻的企业家跟领袖所成立的一个社团，那也邀请各位社会大众的这个企业经营人士呢，也可以邀请你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在19岁前是一个模糊，比较看的在我19岁刚过完年，没几天去工作，那时候在盖铁皮屋，不小心上前面一晚就从高处跌落下来，导致脊椎损伤。断裂啊，然后瘫痪。他在家里卧床15年多。我们今天呢，在这边举办的公益餐会，是为了帮一点亮生长培训中心的那些火烛画家们跟这些老师们发声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些他们的一个经营理念上面，其实是非常让我们感动跟赞同的台湾妇女公益联盟呢，是主要主旨是帮弱势朋友呢装上希望的翅膀那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微小的一件事情呢，让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那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让更多人看见一点亮以及我们台湾妇女公益联盟。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们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城市的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半年梦想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我依旧心事难。